看一下简历啊，从简历开始看。我从网上去找一下。我还要写简历吗？咱到哪里还需要写简历吗？看一下啊。好，安卓的简历啊，安卓的简历我搜索一下啊。好，不拖急工作啊。对，百度啊。啊，这个是安卓的简历，安卓简历，程序员简历，怎么这么慢？好，它慢也没有关系，我给你说一下，就写简历的一些要点啊。首先呢，大家需要自己去从网上去投简历啊，自己网上投简历啊，这个常见的简历的网站是吧？简历的网站，大家需要注册一个，最起码要注册什么呢？深圳人才是中国人才是先深圳，这美新闻挂，这个是爱奇艺招聘最大的一个网站啊。五八同城也有，五幺教过也有，智联招聘也有。我说的这个为什么先给大家介绍？因为我以前在做企业的时候呢，我在招聘人的时候，很多网站我都联系过。中国人才现在要的钱是最贵的，所以说公司不赚钱的情况下，都在这个上面去招聘人，说明这个公司是有实力，是吧？所以说先从这个网站上去看一下有哪些招聘的企业啊，就是相当于你找对象一样，是吧？先找个好的网站，这个网站上姑娘都是比较素质比较高的，是吧？这是一样的啊。好，先找到这个网站，这个我看网速给不给力啊。啊，怎么又不给力了？好，我搜一下中国人才热线，人才热线深圳。好，这个就是这个啊。哎，怎么网站变了？前两个用户直接注册了，啊，这里啊，这个网站可以看啊。也就是说，你在这里面，假设你是以企业的身份来干一下，我先或者招聘者啊，我先搜索一个职位是吧？就是安卓是不是？我就不用搜索其他的了，安卓。然后全部岗位选择什么呢？这里看，第一个是计算机互联网的，计算机软件类是吧？软件朋友找系统架构师。全部来这个不能写全部吧？好，全部啊。好，这个地区呢，咱们选择深圳是吧？深圳，然后呢？深圳哪个区是不是都行啊？好，哪个区都行，确定。广东深圳，好，搜索一下。咱们看一下哪家的简历啊？这里是看企业的是吧？就是求职者的身份了是吧？好，大家看一下这里招聘的企业，看是10月15号，今天是18号了吧？啊，这是18号的，今天做的。啊，这个是15000到20000啊，对啊，高级软件工程师是吧？好，第一步。这是网站啊，大家可以注册一下。这个网站的企业是比较，你看出手，这个都比较有实力。你看这个值多少？是不是15000到20000是吧？好，咱们现在啊，啊，所以说你写简历就看什么？第一步就看招聘需要啥，你就写啥，是不是看招聘的要求啊？那就看一下，你就看一下这个是个什么15000到20000，然后看一下他有啥要求啊？他有啥要求，你就按照他的要求去做就行了。点错了，点
条鱼。点这个是吧？这个是银包的，是个高级工程师啊，我看一下。好，三年以上，本科以上啊、那你就按照他写了，你写两年也可以啊。专业。我就是专业。专业的问题我先给你说一下，不要造假，这个造不了假，该造假你该造。比如说你真的没有学历证了，你造个假，因为你没有学历，人家不要你是吧？连给你面试的机会都不给啊。好，这个专业的问题呢，你可以写上，等人家问的时候呢。问的时候呢，你就说给人家实话实说就行了。比如说你不是计算专业的，你可能是什么？比如说你是食品工程的，做面包的是吧？啊，那食品工程的话，那你说人家就问了，你食品工程专业，你做什么计算机啊？好，这时候你该怎么回答呢？比如说，哎呀，我在高中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专业都是干啥事的，我就随便选了个学校，专业都是调剂出来的。啊，后来给我调剂了一个食品部的，我就去上了。啊，我目的就有个大学上，当时很傻很天真是吧？啊，有个大学上，然后呢，到大学里以后，你再跟人家讲，我突然发现对计算机感兴趣，原因就是我对面宿舍的时候，周围都是计算机专业的，然后呢，经常跟他们一起，这时候对编程感兴趣了。啊，你就说这四年呢，啊，这四年呢都是什么呢？在计算机系度过的。你这样一说，是不是就好了？啊，你没有毕业的那就没办法了。你没有毕业的，你造假啊！我这个造假也不成问题啊。首先大家明确一个心态，我们不是做欺骗，我们只是善意的谎言。我们是，大家不要有心理压力啊！不要有心理压力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能够胜任企业这份工作。只不过呢，如果我如实去说的话，企业根本就不给我面试机会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对啊。那你看咱们随便找一个招聘啊，他是不是都要有什么工作经验？首先这一点是不是大家全部干掉了？对啊。那大家想一下，这些他每个企业都有这样的条件，那些有经验的程序员是怎么来的呢？他天生都有经验吗？是不是都是从零开始过来的？那假如每个企业里面都是这样要求的话，那程序员是不是就断层了？那没经验的是不是永远没经验了？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我们要什么？我们要符合这个游戏规则。他的游戏规则是要两到三年工作经验，我们简历也可以写两到三年。我们主要为了适应他的游戏规则，但是我们不是欺骗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黑马的学员四个月完全是有至少相当于一年半的工作经验，至少相当于一年半的工作经验。我见过甚至工作两年多的还不如咱的。还不如我们的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只要认认真真的把咱们黑马的课程内容掌握，不说100%，掌握到60-70%，你就可以至少相当于一年半的工作经验了。所以呢，一点都不用担心，你完全能够胜利，只要你能够胜利了，是不是就不叫做欺骗？对不对？所以说心态要放好啊。好，这是一个啊。啊，这是说到那个年限的问题和专业的问题啊。如果说你不是这个专业的，因为你有正规的大学学历是吧，你就不用造假了，你直接如实说就行了。啊，像62期的有个叫什么了我忘记了，他应聘成功了，他就跟我说，我是用跟人家实话实说呢，还是用个带假学历呢？我说你面试的时候呢，我要看一下他面试的情况嘛。我问一下面试官给你的印象如何呢？他的印象相当不错，聊得非常开心。然后呢，这个公司呢，通过聊天的记录呢，发现这个公司也是，注重实际的人，就是很那个，不希望有虚的人，是吧？那我就说，你就跟人家实话实说，因为通过几轮的面试，是不是企业已经认可你了？你再实话实说呀，你说我为了我其实是有这样的能力，只不过我在毕业之前呢，我先找了一家公司做实习的，或者说工作的啊，都可以啊。然后呢，你说我的学历证呢还没拿到，实话实说照样入职了。说他应届的就是他就是应届的。对啊，就是你应届的。好，那你是应届生是吧？应届生你是不是就没有工作经验？工作经验是从哪里来的？你就说我大三就开始工作了，
找个公司吗？梨子正面刻个萝卜章就行了。我的观点，萝卜章可以。现在这个我不能帮你了。以前的话，前两年我的公司是可以做的，然后我开了200份离职证明，几个月都用完了，啪啪啪都是真实的，都是真实的。后来发现什么了？很多公司打到我们公司说你们公司怎么这么多人离职呢？所以说不让用了，然后不让用我就没办法帮你了，那就只能自己去干了嘛，自己弄个萝卜章刻一下就行了。离职证明，我们就业户口很多啊，查背景啊，什么背景啊？下一家，就是上一家公司的背景是吧？也就是说你的简历上是不是肯定要，比如说这个简历是不是有2年工作经验，他肯定要有什么呢？有这个上一家公司吧，比如说我2013年的12月份到2015年的5月份啊，一年半在哪个某某某公司是吧？啊，这个公司在什么地方？你要去，你甚至都要坐着公交车去考察呀，这个公司在什么位置，周围有什么餐厅，你要做好准备工作啊，防止人家突然来一句，哎，我也在那附近工作过，那附近有个什么餐厅挺好的，你直接就懵了。有的哥们就没做好准备工作，他写了一家上海的公司，他也入。我们面试都没有问题啊，也最后边什么那个项目经理啊，老总都过了，最后去人事部去办手续，人事部人员随口问了一句，哎，你在上海那家公司在哪个区啊？他直接就懵了，他不知道了，想了大概有几秒钟才说出来，人家就产生怀疑了。人事那些人是不是都是老油条啊？一看就知道你编出来了，所以说就没入职。所以说呢，你一定要做好功课啊！如果你有亲戚朋友在 IT 公司工作过，可以让他帮一下你啊。如果没有，没关系，你从网上随便找一家公司，你也不用担心。深圳有几千家企业，你不可能这么背就找到同一家公司吧？对不对？啊，你现在这个公司里，你写了深圳软通动力离职了，还又去深圳软通动力面试了，这个其实也没有关系。为什么？深圳软通动力部门多了。部门大多了，是不是？可能我在这个部门干得不爽，我是不是跳到另外一个部门了？对不对？这大公司还有这种可能啊，是吧？啊，这个问题不用担心啊，这个问题绝对不用担心。啊，这是这个啊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离职证明啊。离职证明刚才说的就自己刻个章啊，自己有离职证明就好了。对啊，你自己有离职证明完全没有问题。或者那种啊，如果假设你觉得这个离职证明真的不好办，其实呢大家先安静一下，假设你真的没有离职证明是吧，你又不想去弄个萝卜章是吧？那怎么办呢？其实企业要离职证明的真正目的是什么？就是要知道你现在处于单身的状态，是不是没有企业？不是单身啊，我说的例子就是单身，是不是现在没有企业要你啊？是不是现在是离职的状态？他主要是确定你是离职的，为了避免这个劳动合同的纠纷。他主要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所以说你可以这样讲，也就是我一直从公司给我看的证明，但是我不知道放哪去了啊。现在呢，我可以给你写个证明啊，然后呢，证明我是可以写个担保，说我自己是那个离职状态啊，后果一切都自己来承担就可以了。你写上这样的保证，是不是就知道你是离职状态了？而企业是不是就不用承担这些法律纠纷的问题了？记住，他要离职证明主要是起到这个作用，是不是？主要起到这个作用，啊，你这如果真的没有，你就这样去做了，是不是？好，那其实呢，基本上是不用到的，就是工作经验照下讲就可以了。工作经验照下讲，其实基本上都是真实的，因为你工作经验不照讲，你根本就没有面试机会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大家要符合这个游戏规则，是不是？你不符合游戏规则，他就不给你面试机会，
其实说白了，简历的作用就一个，就是接到什么呢？是不是接到面试的通知电话或者邮件？当你接收到这个面试机会以后，你的简历基本上是不是就没有用了？后面是不是就看你个人的表现了？是吧？感觉你什么不行啊？是企业不行还是你自己不行啊？自己不行啊？休息一下，我再告诉你。